大家好，我是大石头。2025，我想要当宝可梦大师。现在要介绍我的宝可梦收藏品。那我们要介绍高瑞。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高瑞。对啊。它是什么？它是卡夹。它是卡夹。一直收藏。哦，它能在哪里玩？是 Switch 吗？还是？不是 Switch 就是260啊，或者宝可梦卡夹。那这个是去哪？这个是那个去机台湾。去机台湾的。好。所以去机台玩，它就会掉一个片子出来，不是，你要打它，我打它，用你两只，然后去打它，就比如说这两只，然后去打它，然后去打它这两只，然后如果你是两个人的话，你要轮流玩哦。最喜欢的是哪一只宝可梦卡夹？赶快找一找。哇，你这里是游戏卡收藏册，你还专门去买这个，太酷了吧！我从来都没有收集过这种东西，这种东西就是我没有收集过这种卡牌，因为我小时候听说地带还有水晶，水晶是哦，所以前啊，我爸爸妈妈都不给我玩这种游戏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我这样很浪费钱。对，没错。那你是用自己的钱吗？对啊。哇，那你真的是还不错哎。钱多少少爷？钱多不可以这样讲啊。好，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只？那只是空吉利在哪里？空吉利，如果是像英文的，那是有 S per M， S per M， S P A。对啊，好。博尔加雷欧跟奈克罗斯嘛。那个罗斯哦，所以是你是很有体哦，你是最喜欢攻击力强的是吗？对啊，这样比较好打。哦，是这样子啊。第一个收集的是谁？对，这个看见。第一个收集的是，来看看，一妙蛙种子，这两只是吗？这两只，它叫猫幼少啦。好色毛蟹，感觉呆呆的。你看它的眼睛，你看它的眼睛就知道。你看它的眼睛。好像奶奶，跟你一样啊！我要五七，我就一定要给他30块折下去。这也蛮贵的哎。啊，我你最常用的是哪一只宝可梦？然后去打星，一定是五星啊！你一开始我推荐大家是五星啊，高雷或者现在是第几代啊？现在是第4代，第四代了。我们。超梦是第五代，还有梦幻是第五代，所以厉害的都在第五代咯。对啊，那不就第五代？可是你现在已经有很多这种闪卡哎，这个哇哦，它是超强哎。有一个是 S， 所以你要说要看攻击，对不对？有一些是传说哎，还不错啊。有一些是传说，传说系列。这也是会闪闪发亮的耶，这超酷的啊！好，那你推荐就是大家继续收藏，可以。那就是黑卡，而且它上面是一看一比基的。再来。然后二星就是应该算中等吧，中等等级。三星也是，其实三星也是中等等级。像这种的，那就可以超级进化。像这种的，这是几星？这是四星的耶，是超级进化的呀。然后这个不一样，这个不一样。可是为什么它不一样？它没有写四星。这是 Lucky 耶。对啊 ，Lucky 四星。为什么它是四星？红色啊，还有红色，红色边的。你找一个，随便找一个。真的耶。只有它是红色边的。黑眼二，它会使出不知道你什么名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今天介绍二型的，它是沙基拉斯，它会使出咬坠。然后这个是连甲龙，它会使出龙吻。然后。拉普拉斯，他一直都是水之波动，他
那盔甲两难出，空气力道利刃，然后烈咬路山呢使出地震，然后绿卡车会使出十万伏特，然后流氓二呢使出咬碎，然后大干蛇他使出铁尾，然后阿罗拉冲你那使出咬碎，然后中年男人他使出岩崩，好，然后烈咬路山来使出龙爪，好，然后五星的来使出中年男人，他来使出不知道，好，然后这个是阿尔宙斯，他来使出不知道，然后中年男人来使出什么意思？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耳朵红红的，对，这个是胆小虫，它使出虫子抵抗，年美二它使出龙袭，猫幼兽它使出断气，然后妙蛙种子，然后使出飞叶快刀。嗯，再来第二个，就这样子。哪一个呢？秋龙暴虫，然后使出电磁炮，然后不被比，然后使出龙之波动，然后这个不是。这个名字什么？咆哮虎、啊。好。赤焰咆哮虎。哇，他这个也太中二了吧！好，再来。然后呢，使出金钩笔，然后这里，先看这里，大兽，然后呢，使出百万吨重击，那就会超级精华的。它为什么有些会直的，有些是横的？因为我没办法。然后好胜毛蟹呢？好胜毛蟹呢，使出冰。水，然后总统大不是总统啊，铜嘴大鸟啊，铜嘴大鸟，那是说乌嘴加龙号，连武王他是说闪焰冲锋，对，然后大剑鬼他是说水炮，好，再来了。暴焰龟兽，它使出喷射火焰；盗甲盔甲鸟，它使出钢翼；然后大干蛇，它使出铁尾；然后毒贝比，它使出毒戟。嗯，又没办法了。对，又没办法。不是这个，不是没任何的关系的。好，快点呢。我先贴上喷射。然后暴焰龟兽呢使出喷射火焰，嗯，我哈，然后年美龙呢使出龙之波动，大吉它使出虫鸣，然后战尾鳞甲龙呢使出龙爪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单手龙。这是什么？是黑黑的。嗯，它本来就黑黑的吗？单手龙，青蛙鳞甲龙，在青蛙战的战尾鳞甲龙。哦、，OK。一二三，一哪里一？一星，两星，三星。哦、，好 ，OK。这个进化很像，啊，不对，是鳞甲龙在青蛙战尾鳞甲龙，然后单手在青蛙豹，然后在青蛙。哦，没关系，快点来。双甲。暴龙应该吧，然后再进化，三手二龙呢？三手二龙，所以它最终进化是三手二龙。OK， 有三个头哎，很可怕。好，快点，再来。然后铁甲用呢，使出虫咬，年年榜呢，使出钻石。好。
班吉拉斯呢，使出坚持攻击袋鼠，袋鼠他使出图和斩。卡咪龟他使出水流尾，水流尾。自爆瓷罐他使出近光射击。哈克龙他使出龙尾。哦，这条我都知呀。为什么？没有，因为以前常看了。电影吗？不是。电影不是，以前就有了，快点快点。就有哈克龙，然后哈克龙会使出龙尾，尾吧？龙尾，铁尾是皮卡丘，铁尾是。然后黑眼二会使出直柄，然后阿罗拉臭臭米会使出玉毒牙，然后原路沙会使出钻戟。钻石哦，快了！耿鬼他会使出暗影，暗影拳哦，耿鬼超强的哎，暗影拳你知道吧？嗯，黑色那个紫色的拳。嗯，好 ，OK， 好，不要讲了，等一下。博尔再来哦，他使出流星闪出，哇、哦，这条看起来好厉害。麦克洛之狼他使出。他可以合体耶，所以他要跟这只月神，这只叫月神，然后这只叫月神，不知道叫所有家的肉。好，不过肉只能开始说什么？人尽肥色。你怎么知道？看了，好了。那我是收藏吗？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！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